我不在也要多练。苏小璐撑起身子，抱着归游的双腿。嗯，干什么？归游师傅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不答应我就不松手。我可以踢开你。你踢开我，我会哭的。而且我还要来抱着你的脚，除非你答应我。他行的就是泼皮无奈的性子，根本什么都不怕。苏虫和齐行风也都心情复杂，像是这样的做法，他们这辈子都做不到了。归游师傅，你就答应我嘛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哎，你说是什么事情？嘿嘿，归游师傅，你可不可以给我表哥打造一把兵器呀？我之前答应他的。苏小璐答应齐行风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告诉归游呢，齐行风满脸通红，苏虫失笑。归游看了齐行风一眼，你起来，我答应了。哼，还以为多大的事情，下不为例。好，谢谢归游师傅。